哈，感谢感谢哈。首先自我介绍哈，我是黄秀华哈。真欢喜。顶礼拜咱高级班嘛，所以哈，我们有一个礼拜没有开初级班，所以今天的人哈稍微多一点点哈，这个很高兴。我也了解哈，恁今嘛很牛。有一些同心呢是上个礼拜有上过高级班的课程，今天回来补训，已经上过高级班，今天回来补训初级班的同心，可以让我认识一下吗？举手一下让我知道一下好不好？这么多人哦，好，感谢，谢谢。上过高级班再来上初级班的时候，清高节你们这些人昨天就来，就已经昨天来报到的，举手一下。就是上高级班，然后昨天又来、哦、就是已经开训的，哦，这样子有几位哈、哦？你们上过高级班，今麦过来上初级班，你干嘛讲这三天两夜，你有遐八阿公你坐累不？哎呀、欸，安尼有够赞嘞，家己过来一个好。为什么安尼讲呢？因为你已经上过高级班的课啊。对着咱民政府的法律，已经都有一个初步，袂当讲初步呢。高级班比初级班的法律较深。安尼时阵，恁当初是咧上高级班的时阵，会感觉足吃力的无？感觉听了花啥啥，还是恁顶礼拜听完，回去即马甲暂时坐伫遮，已经忘记80%、90%啊呗？会不会这样子？我甲你讲，没有，没恁即班有够搞的啦！哎呀，太厉害了！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恁跟我讲吼，真正袂过80%、90%，迄叫怎呐？叫做正常，正常啊！为什么？因为真的，我们的法理，我们台湾这块土地的住民，要会当讲一遍，就会当讲的法理，会当接受，甚至会当甲记在头壳内底。不简单呢，不简单，因为安那要脑内革命啦，爱把家己迄背啊拢倒好空空，讲把家己当作是完全对历史讲要甲翻面呢，才有法度安尼听落去，甚至甲记起来，因为你也冲击啦。所以为什么呢？为初级班去上了高级班的时阵，你会有一个依序的节奏。因为咱高级班的讲师有无？因对法律的部分做亲历，经历叫做好。所以呢，这班的初级班啊，像上过高级班的，我讲吼，对恁较歹势哦。因为我的课程法理，我要甲恁分享的是啥物货？分享就是讲，我从去年九月入来的时阵，一路行来，行到正时，要挖一档啊。当我去甲我的朋友咧讲的时阵，因头几下问题袂当解决，讲你这个问题无法度替我解答，我就无法度去认同着恁台湾民政府的法律。有几个点恁敢知？常常问到一个问题，叫做：咱这块土地是日本的，这句话敢着？咱这块土地是啥物人的？日本天皇的，正确，对啊。讲最近发酵，这个李登辉李老先生伊的发言，来，伊咱初级班人家的东西，咱来苏克姐，伊讲的话正确不？是不是属实？是。啊，唔过你看呐，电视安尼骂一片，你要甲拆架了吧？各位啊！这是一个予咱会当深深来思考的一个问题，恁敢知？咱会当去想着，咱即马李先生、李老先生伊遮的这番的这种言论，这样子一个历史的这个真相摆出来，咱的社会舆论是安尼，大家打法敢要甲拆架落巴啊？这种的状况之下，咱去想看麦，咱台湾民政府。咱把真正的历史、真正的事实提出来的时阵，有偌济人挡袂掉？因会足惊吓，甚至因到时阵看到这规个局势的翻转变的时候，也感觉讲
也会怎么冲击？你知不知道？也讲错乱，会整个错乱。因为呢，六十几年以来，那从教育的内容就是安尼，一载、二载、三载，资料一直拍入来，结果一系翻盘，哈、啊！台湾政府要执政，咱是日本天皇的臣民，我应该骂到遐大声。安尼要安怎？所以呢，各位同心，我吼已经无甲恁初级班当作初级班啦，我甲恁报告哦。法律咱慢慢啊来理解，为浅入到深，唔过足侪精神的部分，希望伫我上课的时阵，我用足轻松的方式，要甲大家来理解，要互恁大家来理解。恁的脚步，拜托，一定啊呐，一定要比正常车的动心。卡步要较紧嘞，甲大家报告哦，各位，台民政府进展到这个礼拜，甚至到下礼拜，所有领有职务牌，阮家的官员，阮家的政务官，我们的专训，以各个职务的专训，到下个礼拜，就要到一个阶段啦，到一个。好，一个阶段的结束。再来，我已经进展到安怎？您刚才已经进展了到，我是一周一周的官员要统一来到中央来受训上课。各位，您刚才这是要创什么？为了执政前的试营运，我们要准备啊呢？我今天热身了，我们要开始要等明枪要走啊呢？各位，您今嘛礼拜？未算，无算换，恁永远莫感觉讲家己换。为虾米？台湾政府执政了后，佫需要足侪人才。我甲大家报告，我今日来到这个班级，我足欢喜，因为呢，伫个我去年礼拜的时阵的初级班，我坐伫后边的时阵看过来，足侪。他更啦，好，这个整个教室比较亮，好，比较后面头发比较白的比较多。啊，我们刚刚您知道现在的状况叫做是，有很多年轻人甚至女性，在上课的眼神炯炯有神，企图心，因的规个精神弄个因鬼，阮的初级班是无同款的，就跟恁今仔一班同款。年轻人很多，女性很多，代表那足侪人。不再是年纪较大人来支持民政府，咱足侪先辈，甲厝内底的囝儿媳婿，讲到民政府的时阵，像我同款，哇！欸、爸爸三四当前甲我讲，查某囝的，咱手牵手来做官。我讲爸爸，你头壳发烧吗？做官当手牵手的吗？会当讲免考试吗？结果呢？我来到民政府，我较深深了解讲，哎呀，哪有这么好的机会？咱是安那的福德，安那的福分，有这个机会，会当跟着林志升秘书长的脚步，有这个意愿，咱就当在台湾民政府来发展，为台湾来做寡代志。您刚才我一种感动、甲激动，各位来到台湾民政府，唔那是了解法律。我要给大家报告，咱要改变的，是咱台湾整个社会对历史的真相。咱要改变的是啥物？改变的是，咱让中华民国流氓政府敢带歹的这个品行，咱要甲改好过来。咱台湾开当进步，咱的囝儿是说，开当有真正真真正正改变的未来，这是台湾民政府的使命。那不是安尼，咱台民政府，你讲用法律，咱这个人无互感动，哇！各位，来，我了解一下，好不好？来，各位坐伫遮，伫今年进前，就听过台民政府的举手，大家恁看卖者，今年进前就听过台民政府，恁即马坐伫遮，来，请放手，叫做安那？叫做恁已经跟我同款，我当民政府甲观察三年，
恁我毋知观察，毋知恁甲观察偌久啦吼。通过了整个社会，通过了咱遮个人对台民政府的观察期，咱今开始坐伫遮。而且各位，这两月日以来，所有社会整个的状况，慢慢啊，不管媒体做侪发言，还有很多的这个征兆，有无？会当让你讲说，哎，民政府真正这个组织，大家好好甲了解。各位，您敢知？英国初级班吼，要去来个这个所在上课，讲较歹听的啊，欠一个鬼尔。拜托伊来理解，唔过各位甲恁报告，恁可能袂当了解。今嘛，整个的氛围啊，整个的氛围，伫遮上课，介侪人甲我讲一句话，叫做黄讲师，阮家厝边迄个酒，阁无远迄个棍，最近人愈来愈侪，所以我不得不进来看卖，哎，这是啥物状况？哎，恁个人拢穿制服呢，吼？恁在创啥物货？恁在宣传在讲话，你在讲啥物货？哎，听讲，哎，恁去上课，讲会当做官哦？哎，敢真正有这个机会？咱先卖讲，因即马听到是毋是事实？唔过呢，就是咱整个台湾民政府所推动的法律，那是咱每一个穿着制服，在咱的厝边在行大的精神，已经被看到了。咱的心事是愈来愈大，要给大家拜托，来到台湾民政府，各位恁的姿态，跟英国已经无同款啦。安那无同款呢？透过给大家报告着，足济的英国这个较成败的成迄个同心有无？拢讲讲啦，我要甲国民党踢出去。不过伊法律讲袂清楚，伊的历史无法度讲讲啊，交代到做清楚，讲伊就是一个混卡要甲踢出去，安尼是无法度说服人家的。今嘛，咱今嘛叫做啥物？快乐法理，咱是革命呢，咱是啥物？咱是平民政府呢。所以啦，咱今嘛来讲咧法律，哎，提升起来。我好讲过，法律是一点一滴累积的。咱要安那甲咱的朋友讲，这块土地是安怎叫做是日不天皇的？为什么咱叫做日俗美战？你80%-90%的法律无记着，不要紧。不过你敢会当伫家己的脑海内底，亲身去接受着咱的今嘛的地位，叫做日俗美战？恁是一个国家吗？不是，来各位，恁这初级班，咱这观念爱心建立起来，咱若无接受这吼，其他拢免讲。为家己的头壳内底先脑内革命，先接受这些观念。如果这观念不能接受的话，很抱歉，在这边做你会觉得很辛苦，觉得上面胡说八道。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个资料里面呢，给大家报告。您到您家所看的资料，是台湾民政府，尤其是咱秘书长，依照着伊所读的《国际战争法》，好，还有《万国公法》所有的合约，去把它整理出来最完整的，好，我们的法理的资料。各位，您手里底有这本新台湾论吗？有台湾论的请举手。好，谢谢。拜托哈，咱就来在今麦阿伯新台湾论的同心，你们一定要准备新台湾论这一本是法理的圣经。哎，刚刚动作安娜，动作历史课本、历史故事书，你一定要看。今天你上过的课很多的概念，但是回去如果没有看新台湾论，你也袂记的。林刚人跟你讲，你就叫用拍倒去啊。好，所以这个资料爱拜托各位。回去一天一夜两夜三夜十夜不算多，一夜两夜有去收也都很好的。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资料我们继续往下看。头过我们这班已经有说过了，欸，已经有很多人知道台湾为什么不能加入联合国。首先我们先来看
咱曾经是亚洲四小龙，各位啊，咱讲起嘛，恁怎样？咱起码咱台湾的经济状况已经落到什么程度？恁敢知？起码台湾四小龙，咱是排第几个啊？排第几名？哈，有名吗？个性上不名嘛？吊灰茶帮，甚至排五名吗？这个经济的整个这个表现差太多了。好，咱经济表现，中华民国联邦政府伊所做一切经营，伊安怎？咱即马先暂时放一边，莫去甲批评啊。若毋是伊遮烂来讲吼，咱台湾政府嘛无这个机会啦，对不对？那是以后大家真那失望，咱开当讲来了解着讲，我是虾米人，我有虾米机会，今会当伫个遮来争取这个机会。亚洲四小龙是对一个方面的表现，叫做经济嘛，吼。台湾要参加联合国，联合国是按哪一个资格可以当参加啊？国家，咱拢毋是国家，是要干排名排队要干参加联合国，那是咧话假。结果呢，咱拢无从告知敢讲这种的事实。因为咱无了解到咱这块土地的国际地位，啊，这块土地到底什么人的？咱是什么人都唔知呀，出去外国叫做丢人现眼。很多外国人，很多我们台湾出去读书的学生，因做了解呢，因做清澈，他们华侨住在国外，因做了解到咱台湾。我未来到人民政府进前，我唔知啥物叫做 Chinese Taipei 啊，哈？啥物人知影？来，现场 Chinese Taipei 啥物意思？过去班咧上过来，学长 ，Chinese Taipei 什么意思？政府在台北。对，近看甲过来者。这是因为来个台湾民政府，你受过法律。你较知影吧？啊，无英国查理斯台北，你一定外口就知影讲，这是叫做流氓政府，流氓伫咧台湾吗？在这边才知道的，对。各位，您刚才秀华感动伫对，阮这个年纪应该是伫咧社会咧拍拼的人。我的同事，我甲邀请来到台湾民政府来掌握这个机会。伊甲我讲一句话，伊讲秀华，我唔知影真正当伫咧台湾民政府。一瓜半截无，唔过我感谢你，让我一世人无被骗到死。伊甲我讲一句话，价值啦，因为咱拢是有知识的人了，对啊。咱有这个权利了解着咱真真正正，咱这块土地的历史，咱是啥物人，唔是一直被磨骗。所以讲吼，今仔坐到家的人，拢是咱的头壳吼，会当脑内革命啦，叫做 A 面换 B 面，较快都坐在家。若无这个精神吼，要怎样呢？两道的三天两夜哦，足痛苦的代志呢。所以喏，各位啊，我嘛甲各位是赶快安尼行过来呢。这条路一定要累积，一定要坚持。而且恁即马这个时阵入来，真正叫做拄拄啊好啊，甲恁恭喜。所以。这个答案，每一次的初级班吼，数字是愈来愈高啦，所以这个问题大家拢了解啊。来，各位现场，已经申请到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举手。啊，申请到的吗？还是在申请当中来请放下？已经申请到了吗？申请来，那我再更清楚问一句话：还没有申请台湾民政府身份证，还没有写申请书的现场，请举手。没有关系，让我了解一下。没有要处罚，没有要罚站啦，哈，慢慢跟丢，几位而已啦，哈。来，各位，真的动作加快，动作加快，好不好？啊、哦，台湾民政府这张身份证真真正正做好用。而且嘛是执证了后，每一个人拢要换发的一张身份证。各位来已经办过身份证，拢知影。咱呢，我的阿公阿妈，因都是伫日治时代出生的。各位伫台湾民政府，咱有几个字眼一定要非常清楚。
日治时代还是日据时代？日治。日据时代这种的字眼，只有在中华民国联邦政府要敢洗脑，才出现到那种的字眼。日本统治时代，台湾这块土地，你要讲伊名好嘛，也可以讲好；你要讲伊名歹嘛，也真坎坷。荷兰统治过，日本来帮我们治理过，伊无对不起咱。这是我们这块土地的人民的宿命。既然的宿命是这样，我们就把它认好清楚，什么人是我们的主，我们归属什么人，我们把它认好清楚。不要让一些因为经济上的利益挂钩，硬硬要把我们跟对面叫做什么？对面应该说什么？中国。不要再说大陆了，敢好？隔壁叫做中国，台湾海峡过去那边叫做中国，不要再讲大陆了。各位啊，全世界有几个大陆，你敢知？美国是美洲是咪大陆？澳洲是咪大陆？咱为什么拢讲的大陆？安尼叫做语义不清啦，模糊灰色地带。伊叫做中国人，咱是日本台湾人，会当接受无？清楚。出去咱的语言就是日治时代，我们就是日本台湾人。大话先甲讲出去，各位初级班、高级班，咱同心，今日咱有这个缘分来甲台湾民政府来拜托各位，咱把这个理念正正确确的，像李登辉先生同款，大大先甲讲出来。咱愈多人讲这话，就愈多人会去觉醒，愈多人觉醒有无？当咱激进去一日。比较袂较侪人跳楼。各位啊，为什么我安尼讲？即边李登辉先生讲这话，媒体上安尼的大家打法，偌侪人开始心内咧翻腾，讲为什么也安尼讲？骂较侪，不过有搁介侪是咧反省咧想的人呢。因开始咧怀疑讲，哎呦，为什么讲安尼？伊毋是总统吗？因奈有人会惊吓呢？因够需要惊吓？足可怜的呢，若是来受过法律的人，会当作理解讲对，正确，伊咧讲的是事实。不过足侪人袂当去了解，咱互洗脑伤久啊。所以呢，咱台湾民政府，咱遮的同心嘛，你还袂领着职务牌进前有无？你们这是准官员了，你若有这个心，你就是准官员啦。咱这准官员。还没积极进行，一旦拜托各位做一挂什么代志无？叫做吼帮台湾这块土地的人安定着因的心呐，敢安心。这是咱的使命呢。那法律理解了，是爱敢讲，不是家己听听听的安尼。过来嘞，坐嘞，当做官，是安尼吗？不是，各位，我甲各位使命同款，今仔日。我每礼拜为高雄来到这，我是要跟大家讲，我每天都在做这条代志。我也拜托各位来到这，了解这，了解这的代志了后，回去要跟咱的人，咱的亲戚朋友讲，咱真真正正的身份，安尼敢好？好，来，咱恁去申请到咱的这个户籍成本的时阵，咱了解到咱为对来，咱真真正正，咱的这个祖先，咱的阿公，安尼。阿公阿嬤爸爸妈妈都是日本人，这无法度改变的啦。要硬拗拗，咱要安怎拗会过嘛？硬硬敢转过过这一中华民国的人民，这个叫做什么？侵犯人权！为什么拜托各位进去清掉咱台湾民进会的身份证，证明安那？证明咱是台湾人，对不对？另一啦，这条官司。哎，各位啊，你敢知影？台湾民政府有咧拍官司，拍什么官司？你敢知？不知道。我跟你讲，咱台湾民政府吼，那惊着法律无拍官司吼，无来插咱啦。来，这个故事等一下往下讲。我们先，各位先把我们的身份证先准备好。台民政府在秘书长林志升先生的带领之下。今年第二次控告
控告谁？控告美国，控告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我们在2006年就控告过第一次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是你没有办法，你必须就是要去告。为什么？哎，考验给那有糖吃啊！也不是我们说会哭，我们是觉得说我们的人权被侵犯。但是呢，无人要真真正正跳出来为咱这块土地的人民哈，替咱主持公道，替咱讲一句话。各位，我来到民进会的时阵，秘书长吼，伊迄个比喻吼，让我亲身感冒够艰苦的。咱想要互吞打个安尼，互欺负个安尼，我个来个才较知影。来，个冰饭店的例子有讲无？有吼，这个是很真实呢。个冰饭店多久的人？迄、那个国民党是伊的吗？咱总知影唔是嘛？结果呢？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这块土地多久？伊的啊！伊敢吞打？伊当叫咱人家囝儿时代去做兵吗？有这权利吗？无呢，咱拢唔知影，因为咱拢无读着这书，拢无敢讲啊。所以呢，咱的爸爸、咱的哥哥，咱厝内底这壮丁，叫人糟蹋，叫人伫个军队内底安尼干。欺负，唔免跟特工得吗？所以咱去告官，去告，告爱争取到，咱应该爱给因赔偿，爱给因付出代价。讲您做唔到，您来承认，你们为了这样的一个人权的侵权，他们要付出他们的代价，要赔偿出来。要赔偿什么人？你要一个正确的对象啊！正确的对象是什么人？日本台湾人，你是台湾。这块土地真真正正的住民，要哪证明？你摕到中国的身份证，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身份证，伊讲你认同伊啊，你领伊的身份证诶，你认同伊啊？安尼，美国要查咱无？法官要理我们？不会的。好、哦，我不是说我们去申请这张身份证是为了拿这个赔偿的钱，而是我们因为摕到这条身份证，那让真真正正去证明着家己的身份。是说这条官司拍赢的时阵，咱有权利来诉求咱应该要摕到的赔偿。而且，因为咱大家的支持，会当让美国知影讲，恁袂当把咱、把阮台湾这边这块土地的住民坑咧唔插，因必须爱负责，必须爱负责。动车时，把这个主权交予。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就蒋介石先生他的这个军事政府代为管理，军事统治开始。我到现在才开始知道，哎，我一直都以为是光复节光。我们这边那讲较好，来个家，怎样这熟悉，较怎样家己爱分开。各位啊，咱的北部哈，尤其我爸爸妈妈，哎呦，我爸爸啦哈，阿伯从来个边进入进行。他們都沒想到說我們有這個機會來參與到政治，結果呢，我感覺就是因為我們對政治沒去查、沒去了解，我們才會讓這樣黑白母、黑白生。今天我們如果這麼多人去了解到我們的身份，尤其去了解到政治他是怎樣的手段在變化的時候，就不可能讓他這樣生這麼久。所以是我們自己不夠覺醒，好佳哉，咱有这个机会，今日会当伫遮重新学着咱应该学的法律，知影着咱应该知的真相，还可以当做寡代志。这个机会大家真正爱把握，所以我要拜托各位，民进府执政了，阁有足侪足侪的人才需要报入来。咱足侪即马四千名的同心有无？真正年岁拢较大啊，吼！因为经过安尼个时代，伊会当深深理解着台湾这块土地伊个伤、伊个真相。用这个人去累积着美国军事政府敢要求个四千名个上课人员，受到法律个上课人员个这个资格。唔过过来呢，这条路拍出来啊，拍出来了后呢，开始要做代志啊。做代志，啥物人来做？过20年，
我嘛六十几岁安尼，过过十年，可能咱内底做侪童星，可能稍微吼都要坐着，吼看报告。安尼的时阵要安怎？虽然出来对少年家爱甲鼓励出来，无论如何，甲因讲爱来了解法律，但民政府即、這个。机会吼，是开放吼，会当去理解着法律的人，开放着会当有这意愿来，就会当来参与的。这个机会比吼提去参加啥，提去参加吼科公职补习吼，卖公安啦，公职考试，公职考试吼，真的是那个补习费拿去交了，考三年五年还不一定考得上。而且现在四大基金来，各位在笑，四大基金的这个状况都知道了吧？一对公务人员的这个保障开始一的都没有什么保障了，甚至劳退基金这些基金，咱的国家真正无比希腊较好呢，咱只是有砍掉的呢安尼，那个状况真正叫做真弱的，能够搞不清楚状况。那些既得利益者，佮继续敢骗，真的是很过分。所以咱真真正正爱觉醒，各位啊，哎，恁敢知影？知影叫小雪人举手，好，叫做九月一号开始申请户籍誊本，好，只有你这个夫妻间跟自己。夫妻间自己的直属的爸爸妈妈，还有你的孩子，你可以申请。旁系的，像我要帮我公公请，还是要帮我婆婆请户籍誊本，都不能够代请了。我嘛唔知伊为甚物要做这种代志，户籍誊本这种的关系，去申请这有一个甚物会，为甚物伊就要规定个安呢？我只会当讲吼，会不会给我冲？会不会是冲着他们政府来的？我也不知道。因为现在很多人去申请到我们的这个户籍誊本，为什么要来申请我们台民政府的身份证？今天几号了？8月29号。我 很遗憾没有更早一点跟大家告知这个讯息。那所以说之后呢，要办身份证的话，如果是我们的公公婆婆，还是说我们的兄弟姐妹，哎，拜托，应该得去申请啊，咱也无法度赶到申请啊。好佳哉，我这个关系哈的这个人员，大概身份证都申请了。唔过过安那困难，不要紧，咱嘛是身份证要办的时阵，咱人先先甲咱的不管是哈，这些不能够帮忙他们申请户籍誊本的人，咱先先甲抓去。好，电话边个流氓政府知影？咱要申请到这张身份证的决心，来讲好不好？一定要好知，真的。你看，所以呢，9月1号最新的规定了哈，没有关系。虽然有这个冲击，真的会影响了，因为我们之前在办身份证的时候哈，户籍誊本会去代位申请，这样子真的是会让我们很不方便，不方便。但是一定可以克服，好不好？好，这个资讯也让大家知道一下。哎，咱的规定嘛，到时一定是按咧做的嘛。啊，所以可能你们去到户政事务所会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们稍微知道一下，我们应该差啦，好，是说进出熬，那呢，哦，就是说除了直系以外的要申请户籍誊本，我们就把人带过去，好，亲身带过去。来，各位，头我甲各位报告着，咱的资料拢是依照着法律去整理出来。我的朋友就跟我说，黄秀华，你跟我说我们去给中华民国洗脑，你现在在那里去洗脑，你给我洗也很欢喜的。不过我跟他说，不对不对不对，因果是因为我没注意到，其实网络很多资料呢，可以去证明到说，啊，我们台湾这块土地的历史跟我们的地位原原本本就是这样，只是我没了解而已。啊，你不能说我这些资料叫做我自己编的嘛，不是。啊，既然你要看佐证的资料，来，让你看佐证的资料，网络上这些资料都中有哦。哦，我的资料你只要去网络上都可以看得到。我请教一下哦，在现场，咱家的同心还不会用电脑的，举手。哦，来，各位，少数不到10位哦。
要台湾民政府，咱讲要投入，现在已经三 C 时代啊呢，吼，咱的手机啊嘛，都做拢有网络啊嘛，对不对？不会用电脑，在以后在台湾政府，如果你要担任官员，第一个你不会发电脑的这个简的那个就是 email， 你不要 line， 不要手机的简讯，安尼你要执政，较困难哦。所以呢，不要紧，较难嘛，较学起来。咱这台都有六七十岁，东西有无？咱电脑嘛学到下下叫，即马 line 嘛甲回个，也是都会跟我们回应呢。有心啦，有心要学就会晓，所以即马无不要紧，吼，无不要紧。但是呢，我刚刚问的是电脑嘛，手机都有吧？手机还没有网络的举手。哦，两一个而已，两个，嘿，不要紧，出来队伍，你就甲讲，甲你教，你有心甲学就甲学起来。因为后摆你要接啥，你的 line 还是你的简讯要接那个吼，接就是执政的那个通知啊，啊接到任的通知。以后我们的讯息都是透过 line， 透过简讯。今嘛上课是不用简讯赶通知，上高级班、初级班，我们的课程都是用简讯通知呢。我搁改卡点微博，无啦，一定要精简人事。我们台民政府哈，每去起一种哈不需要的人力，我们不会去养冗员呐，每去哈起一种。要安大好，领薪水，唔免做代志，无这种代志。所以呢，要精简人力，这是大民进户第一个诚意，要甲大家的这个经缴出来的这个税啊，我们要发挥最高的效益。你看迄个加班费，因迄讲之前咧讲，今麦咧讲迄加班费，有遐尼侪代志爱做啊，因迄个。最近这个不是有在讲吗？讲那个省政府加班费的事情有没有？几百万的加班费，这么一般的民间企业加班费，来有滴民间企业上班呢，我给您报告，我本来就我本身就是，我们怎么弄啊？叫做责任制加班费，迄种打有滴，你要乌钱，还是讲你在编制这个预算的，你才会去编这个加班费。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加班费？苦的要死，做的要死，什么加班费没有啊？所以呢，台民政府不养冗员，我们就是用最快速、最有效率的方式通知大家：电脑、email、公文往来、简讯、line 通知、告知。好、哦，所以这部分大概一定要接，要有这个认知，以后就是用这个管道。不会的、哦，一定要赶快加强，耳朵也要爱我这个心。你哪去帮咯？去个怕？维基网络去甲拍，维基百科去甲拍着台湾，伊就甲阮讲哦，台湾曾经伫日本统治的这个时代之下，日本这个管理当统治当局为台湾这块土地做了什么事情？甲咱台湾这块土地有真真正正的经营无？侬看有？皇民化参政权，参政权代表啥？把咱当作因日本视同日本本土的著名的官员，所以东城市的皇民化，起码我看最近的美丽的李老先生，有无说回去做你的皇民？哎，那个皇民好像对他们讲很刺耳，是不是？啊，本来弯弯蹦蹦的受这新婚，我都不懂为什么好像这种那种意识、那种情节哈、哦，特别高涨，对这个皇民特别当接受，那个叫做意识形态啊，意识形态，参政权，把我们当作他的国民，那他会当有这样的权利，把我们当作是他日本国。的一份子，伊安尼并无唔对啊。当然，足侪人咧讲，哇，日本伫遮通牒时间，足侪杀戮。我甲各位报告，咱有一个觉醒啊吼。我家己即马亲像有一个觉醒，台湾民政府执政，恁敢会当把阿公真正拢无任何的争执，没有任何的这个。社会上没有任何的纷争，我跟您讲，绝对会有啦。秘书长阁安那讲，迄白字叫做和平稳定、无缝接轨。我过来你讲，
那是我们的愿望，那是秘书长一片的好意，要带领我们用这样的心态去走这条路。不过呢，我们要这样做，外面的人就不一定要这样做啦，他绝对不跟你拼了，对吧？他不能接受嘛，他的利益受到冲突了嘛。这样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这波心想起来放要来跟台民政府有这个角色呢，不是要等做官而已，理解到法律的时候，同时啊，我们去接受到这样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去面对到什么，我们有这样的热情可以支持到我们做这件事，真要紧哦，我们先准备起来哦。如果先准备起来，时间一到，我们自己先避开错啊。好，所以这个部分网络上的资料这样看都有，你就跟你把跟我们对我们有质疑的朋友跟他们说，网络这些资料都有，就写得完完本本这么清楚了，你的问题在对我们提出来探讨，你不要只是为了反对来反对，那就没有意义了。来，我的朋友就是跟我问这句话啊，日本已经投降回去了，这块土地还给中华民国，你还在说什么？说我们是叫做日属美战，尤其他们叫做日属这条，他们绝对没法接受了。因为什么？这个所谓的盟军的这个占领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这样的一个投降的这个仪式，日本向盟军投降这个仪式，在台湾一个包装叫做什么？包装叫做光复节。我讲吼，中华民国的盟政府吼，真正是搞啦，因只要做搞生统战了对啊啦，一个这个这一出戏哈，甲包装叫安尼的时阵哈，真正咱拢好洗甲洗洗了六七十年，这个观念转不过来。来到这，我较真真正正知影，为什么中华民国的盟政府会当入来到台湾？因为他是接受到麦克阿瑟盟军统帅也委托来到家代为军事管理。各位有没有印象？蒋介石，好了，还是尊称他先生了哈。蒋介石先生，他在台湾锻炼到他的这个军事政府在台湾统治的时候，他出席各项的会议，他穿什么服装？军装。盖恩岛吗？以前那是有意义的呢，因为他是军事统帅，他才穿军装。我也是到这边才知道，到他们这我才知道。所以，台湾这块土地，我们的历史，咱来讲光复节，因所无理解的。我们来把说好清楚，这部分我们一定要学起来，一定要跟人家说，要把光复节跟所谓的受降仪式一定要跟人家说好清楚，他一定有怀疑，一定有很多问号嘛，问号他们就去找答案，他们就知道说，原来真真正正不是什么叫做光复节，可以吗？这部分是我都遇到过，我跟人家去分享法理，跟人家说的时候，头一个给我打回来的问题，当初是我不会说，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这个资料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样。我当初是九月份来上课，十月、十一月开始要跟人分享的时候，我就是这个问题，被打倒在那里说，我说不出来，要练习说，我们要去讲解法理，一定要自己练习，跟谁练习？我先跟我家里面先练习，再来呢，跟我的朋友说，你这段说得清楚，能够把我们的历史位置，这块土地是谁的这个状况讲得清楚，来跟他说，你真的有在读书哦，你说的话，人婆婆听两句哦，然后呢，更有知识有在读书的人，你说的真的，我去找资料，来，你们就开始可以有记者吧，人家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这，真真正正完全一套给了解起来，这是我们的任务，也是我们的使命，这最要紧的这部分要跟人说清楚。来，台湾我们当时就割让给日本了，在这个
爆发甲午战争之后，清廷战败，在马关条约就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了。那东城西割让给日本的时阵，各位张开训的时阵，刚好看到咱这个清廷割让给日本的那块台湾的土地，是今麦韩吉营吗？不是吧？哎，昨天没有看到吗？有吧？我们的土地只有一半呢。当初这个清廷割让给日本的时候，只有一半。所以呢，现在很多人会有那种意识形态哦，这个日本这边统治的时候，有多少的这个杀戮怎么样的状况？伊那是不安尼做的时阵，哎，真今麦台湾就得偷的叫人家睡。他没有做一个整并的动作，没有做一个整合的这个动作的时候，任何台湾讲过，任何的革命，任何的改变，拢会有伊必要经过的伤害，甲伊的创伤。所以我头个甲大家讲的，日本当初是来遮来到台湾要来统治的时候，为着甲这块土地诶整个管理权，好整个土地的这个整并。伊嘛牺牲足侪，嘛做足侪，做足侪好呐，好起码一寡外口还咧怨叹的代志。不过这个是历史整个的过程，咱爱去理解，咱袂当去保证着台湾民政府执政了，咱是毋是真真正正完全拢无即种的伤害的问题？咱先想起来看。那既然台湾这时阵，就割让给日本了，各位恁敢有听过？伫当时，有对一个条约，对一个文书写着讲，日本甲台湾这块土地幸好中华民国，敢有听过这种？咱的历史课本敢有听过这种？伊包装安那，它中间切断，切断什么？切断叫做是把台湾叫做光复给，叫做光复节，然后光复给叫做是中华民国。因为咱无理解法律，所以吼，咱互骗到安尼，戆戆说，无这种的资料去找过，无这种的资料。好，所以呢，台湾割让它的经纬度这边非常的清楚，网络的资料。过来，清朝的时候，他割让给这个日本的时候，李鸿章公安呐，台湾这块土地上面呢，鸟不鱼，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好啊，讲得这么难听，切个干净吧，切干净一点。现在不要为经济利益，搁搞阮要甲人挂这会，要甲人 Q 这会。我们大家要分清楚，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运动归运动，哈，一条归一条，不要被人家混淆了。各位，李素哈，搁安那的避免哈。有一日，伊嘛有一个实现的啦，有一个稀罕的啦，叫做有一天，佮安那再怎么样保密的这个资料，它总是要被公开，会要叫做怎么样？叫做解密，要解密。那各位哦，恁看这个资料吼，达古达古拢是咱的法律，我若无来了解到咱的法律，我唔知伊咧讲啥，咱到底来看麦。这张的这个美国国务院跟中共周恩来伊的密约的解密文件，伊写哪呢？来，周恩来伊讲哪，要求美国总统承诺什么？结束占领台湾这个时候呢，不会允许日本光复失地。来，结束占领台湾，安尼叫做周恩来怎样？这块土地现在有在被占领当中吗？有在占领当中，他开始说到当结束占领台湾的时候，头一句已经改一条法律了，第二句不会允许日本光复失地。诶，日本的失地失去的土地对一块台湾，诶，他又在知道的啊，原来他真真正正了解到原来台湾这块土地是日本，伊才写日本呐、啊，安怎讲是日本天皇的？第二条法律出来哦，各位呐，不允许台湾独立运动，哈，由美国来推动发展，不允许台湾独立运动。那台湾要诉求独立吗？那遐戆呢？为什么那诉求独立？那明明白白，咱这土地是日本天皇的，那但受到日本的这个保护，
也是伊予咱的权利，为什么咱要争取独立？所以各位，针对这一句，要甲各位报告：台民政府不诉求独立，也不诉求建国。那按那言语有无？要甲各位报告，恁若是讲有去接触过 FB， 邀请恁去这种的论坛，一定爱紧去做处理，因为美国政府绝对无法度接受呐。台中咱的这个台民政府受训的人员，甚至是过五关的人员，会去跟所谓台独或者说是搞独立运动、搞建国运动的这个论点牵扯在一起。如果有的话，很抱歉哈，这个职务应该会被取消。很严重，因为这个绝对不兼容于美国，因为我们根本不能够去主张台独，不主张建国，嘿，若干人法律相违背啊。佮说来，伊佮讲安那，希望美国阻止台湾日本共荣邦联产生，形成台湾日本共荣邦联，对咱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民伊的福利是好的代志无？好的呢？结果伊安那希望美国爱阻止，阻止了安那会当予伊中国来敢吞大吗？咱这人好用吗？对啊，那无法度，咱那无法度搁较强，咱的经济也无搁较好，我真正顾全乌白母啊！每一句拢是伊家己的自私自利的要求，并希望安那美国。卖过去公开着台湾地位未定论，来各位啊，伊只啥呢？有做清楚的无？叫做伊嘛做清楚台湾目前的地位，已定还是未定？未定。各位，这份解密文件每一句都是我们的法理，经过了六七十年，总算真相也要让我们知道。这个资料网络上都有。来，这个联合国安理会他的这个会议9:1的这个他的这个驳回中共所指控的美国武装入侵台湾，中国一起加一起加指控讲，哎，这代志，联合国安那呢？加回答，在会上跟他通过什么？美军合法占领台湾，台湾不属于中国。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是不是中国那边来啊？其实是呢，咱英国吼弄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即嘛个中华民国，咱国讲流亡政府，事实上已经国共已经早就弹劾了。台湾不属于中国，这本来就清楚的代志啊。马关条约下个就清楚啊，还需要联合国安理会？会议通过吗？美军合法占领台湾，在整个受降的过程就已经是历史的真相了，本来就在进行当中了。你看看时间，1950年，因为我想中国去查嘛，去查的时阵，联合国他就来颁布啊，给你讲解看，白纸黑字写清楚给你看。好，这个资料也不是台湾政府自己写的，好吗？把这资料给我们的朋友看，哦，我们的历史真真正正就是这样，不是我们编的教科书。所以我们已经理解了我们自己的根源，所以透过自己我们，哦，跟大家分享，我们真的对自己的身世啊，跟对自己的身世啊，对自己的根啊，可以接受到我们真真正正的身份吗？会当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如果对那些还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论点的人，我们只能够期待当有一天台民政府执政的时候，他们有真正觉醒的一日，那时候他会说叫做想晚，太晚了。谎言多少公平正义，来到台民政府，其实秀华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一直感觉很奇怪，为什么我始终感觉国外的人，哦，他们这种生活水平，他们那种悠闲，我说我们为什么台湾这块土地人过得很辛苦？有人说我们台湾是宝岛啦，
其实应该是宝岛，不过我的孩子这样出事，出事，然后我孩子国中了，高中了，我其实开始烦恼，因为我自己很辛苦的，我看到我的爸爸妈妈很辛苦，我自己也这样拼到要死，有没有？我孩子也只敢生两个而已，我跟我孩子说，后来你如果没办法饲母，你别带不要紧，你孩子别生不要紧，因为我也替他烦恼啊，这块土地，这个环境，让我没有一个希望，我不敢妄望那啊，这样的人生是这样吗？我来到台面前，我才知道说，其实我们不用过到这辛苦，因为管理当局，伊无好好啊经营这块土地，无好好把咱人民的生活水平给咱提高。当我来到这边，秘书长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算是可以是东岸的资源啊，咱的经济的实力啊，会当讲能够等同东方瑞士安尼的资格的时阵，我讲我哪拢无感觉呢？咱的人民，咱的大学生毕业22K，那我也不晓得我孩子的未来在哪里。我的头家甲我讲一句话，小华你较细腻的，因为阮头家因家呢有请我了。伊讲你较细腻的哦吼，咱即马对娃娃较客气的。年纪啦，因即马趁咱遮的钱，倒去饲的囡仔，年纪无定着，就是咱囡仔的头家。我听落够心酸的，我够艰苦做分开的。为什么我的囡仔变安尼？为什么我的囡仔袂当在台湾这个土地好好啊来发展，好好有一个机会来遮工作？我有可能有一天我的囡仔去国外工作娃了。各位，卖啊总讲无可能呢。因为我的同事1980年出生的，1980叫做哈，六十民因公叫做民国69年出生的，刚共同工作的时候也未结婚，我的工作上有一个机会叫做要去越南去做一个财务成本的这个人员呐哈，财务成本的计算人员，我甲讲哈。来，你个少年还未结婚，无呢？这个机会，好你去，我都已经有家庭啊嘛，我有囡仔嘛，啊，这个部分你都你去啦哈。你看这个查甫囡仔去到越南，伊的薪水是台湾，因为外派伊迄阵够加一倍，迄是迄当阵够加一倍哦。即马去国外外派的台湾这边的干部哈，无遮好啊啦，无遮好啊，没有在一倍的这个外派的这个薪资的对啊。啊！我这个同事去到遐的时阵呢，一几个月本来的薪水加上外派，加上这些什么加息，嘎嘎一几个月会当领到差不多合台币新台币差不多7万多8万。各位，你讲我这个同事有想要回来无？他说：“冰冰，他说秀华，我不要回台湾，我伫遮好好啊吼，做两三年吼，我把第一桶金存起来，伫台湾有这个机会吗？”无啊，伊若有这机会就回来。伊个离乡背景，一个人住伫遐，住伫宿舍，迄种个辛苦，迄种个虚伪有无？伊是用家己个小步，家己个打拼，伫遐在积着家己个经济。咱当即个土地无法度来予咱个安尼人民，安尼个生活，安尼个收入，出去就安尼人必须爱出去。即马就安尼啊！我当然去想着讲，无唔对，人工外金啊。伊上好英文学较好诶，上好伊越南语学较好诶，无定着一天伊真正去遐上班。我不会安尼呢，我不要我的孩子离开我，我那个祖孙诶，我难道咱的囡仔一定要离开咱吗？每当过节环境，当好咱真真正正好好享受咱人来到这个世间上，会当有诶这种家庭的和乐吗？一定要这样的分离吗？迄就是我为虾米爱得投入台民政府，我一定要支持，爱把这个咱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政权一定要拿到手，来改变这个环境。安尼今日开大刚大做会，开当共同来享受这美好的人生。我嘛唔知为虾米我们要这么辛苦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敢知啊？今嘛很多年轻人要这个要东没有东，要西没有西，改爸爸改爸爸妈妈讲，你把我生下来干什么啊？会怨叹啊，可能安尼会，伊的思想安尼嘛，唔对啦。唔过就是这大环境就会安尼想，我们真正可以给他更多更好的，
只要咱选择到咱真真正正正确的路，就会当互伊安尼的生活，嘛会当把咱的家庭的和乐找回来，把咱的未来找回来。所以呢，无看到代志，无代表无咧发生。足侪爱未来到台面政府的人，因毋知咱咧创啥物货呢？甲讲咱咧推动法律有无？因佮讲恁咧创啥？完全看拢无，因为因无来参与嘛。无来了解到这条咱的历史、咱的法律的时阵，伊讲无啦无啦，恁在讲什么？恁要执政这种代志是无可能发生的。但佮发生的时候，拢想换啦，这机会已经走去啊。啊，佮有呢，偌侪代志发生是咱亲目睭看到的。这个代志发生当中，咱唔知，我嘛唔知道当初时，咱安尼遮尔辛苦过日子的时阵，人因顶悬政商勾结，迄钱一来一去。啊！你咧发生，我都无看的咧，只叫人掏空出去啊咧。安尼敢有一个公平正义？对咱敢公平？真正是太超过啊！所以呢，我甲我的朋友讲，不要说我没有给你机会，莫讲我无给你机会，吼。咱爱有这个慈悲心，我会拜托咱即马。从这个班，咱才会动心，咱爱改变咱的态度。咱的民政府，进展甲今嘛这个时刻，这个时刻，甲进前多开始开展的时阵，迄姿态无同款啦。咱唔免用激动这种言语去讲车饼，唔免。咱嘛免讲骗，咱就用咱真真正正的法理去讲讲就好啊。咱叫做法理革命。法理革命，咱会晓嘴讲，会晓行动，让知影讲咱真真正正咧做这条代志。人工时间一到的时阵，因就知影讲，原来啊，因习惯那种生活方式，无想要改变，因为惊啦，惊改变，惊变了后对到底有啥物变化，所以无愿意变。迄句话叫做呐，温水煮青蛙啊，煮到熟的时阵哦，家己嘛昏昏死死去啊。我不会安尼啊，我不要啊，我就是不要，我才要在这边跟大家讲，我们不要做温水里的青蛙。咱来觉醒，这条路咱也已经清楚，伊是正港的法律，是健康的法律，咱就甲支持。而且呢，一路好好啊，跌落去，行落去。来到台湾民政府支持安尼的法律，用行动来行，需要哪？需要咱有正确的理解，搁有一个心足重要，叫做坚定的心，唔通轻轻彩彩，予人甲咱煽动去，也是予人甲咱看过，讲啊恁这吼无希望，希望是累积出来，希望是行动出来。那一定要有安尼个决心，这条路无好行，要甲大家报告，无好行，要行无？要，一定要这样走。来，这个骗子，您刚有看过？我说好，美国 CIA 解密档案，台湾真相一到五集。这个部分呢，网络上弄 YouTube link 里哈，到 YouTube 上面去看。去找这个美国 CIA 解密档案，一直开始我就清楚哎，有几个中国啊？一中政策，一个中国对不对啊？较大声哎，一个中国对不对？对啊，这边叫做台湾，那边叫做中国，当然是一个中国啊，卖个怀疑啊，干么？哈？这个骗子一开始他是英语发音，但是他有国字，他有这个华字啊，华语的这个文字、哦、所以呢你们上去看，一开始就跟你讲得很清楚，光复节不是叫光复节，那叫做受降典礼。这部骗子四十几分钟回去用电脑把它下载下来看、哦、这边就不耽误时间了，因为我还有很多资料跟大家报告。来，国徽，请告诉我，
这个所有的这个战机的这个所有的国徽，刚是叫做国徽，是咱台湾的国徽吗？那是叫做中华民国日本政府盖行宫，因那是海军的一个徽章了，对啊。一讲教育，那叫做因的国徽啦。哎，你看哦，引发机已经嘛，光涂掉这个好战机上的国徽，结果呢引发基层反弹，国军为谁而战？你敢知影这几个字有无哈？已经哈，整个就是叫一个错误，错到乱七八糟。怎么叫做错误呢？基层为什么要反弹？因为一杆告勇嘛，告勇功，哎，你要为这样的一个精神表彰去奋斗，去为他战斗。结果呢，哎，起码居然涂掉他，哎，我的精神指标不见了。这一群在当兵的，在军队里面的这一群人，哎，我的精神指标不见了。你每天在这个每次在举光日搞完那精神教育，各外指标不见了。国军为谁而战？国军需要成立国军吗？他们是国军吗？这个根本就是一个不需要成立的一个单位。为谁而战？根本不需要为谁而战。所以这些是一连串的错误，一连串的片面给予的资料，给予的洗脑，所以才会产生这样子一个状况。回去呢，跟我们的孩子讲，接下来应该不用多久了啦，应该没瓦顾啊，这个当兵的这个应该很快就会获得解决，好，就会获得解决。而且要告诉我们家里面的安尼壮年的咱家大波人，这个兵诶，恁吼应该去防安尼，第一军队甲恁抄诶吼，家吼应该诶献恁一个功德了，对啊，要献恁功德进前呢，拜托恁呢，先甲身份证先办出来，敢好？安尼吼，后摆较找有对象，吼，行恁功德，安尼好不好？好吼，来各位，咱民政府，毋是咱讲法律尔，因若无做足侪动作，互社会、各界知影咱民政府这个团体，这个叫做啥物？那叫做平民政府，这个组织的时阵，人家搞不清楚我们干什么，他必须要有个能见度啦。他必须要让大家看得到，所以呢，咱办真侪活动。这个活动，我请教一下哦。现场，去年的时阵，有参加过台北，也是高雄这边家的音乐会、音乐演讲会的，请举手。无哈，各位，真的是盛况。我只要给大家报告，音乐的演讲会，迄个时阵。我邀请到美国方面的人员来到台湾做说明，做说明。那么台北那场我没参加到，不过为很多东西的嘴里面知道到说台北那场的音乐会声势浩大，叫做什么？军容浩大，我们是革命军。台北咱即马讲叫做安那，叫做中国城。因要去理解到咱的法律的人有无吼，真正较困难，因为迄边的整个政治氛围要去接受到咱接触、吸收、接受咱的法理吼的人吼，抗拒心比较大。但是呢，古当告诶，伫台北迄场音乐会，伫对白莲刚在，在这个世贸的国际会议厅。转台湾来做各地，阮咱这官员穿着制服，挂着植物牌、地帽啊。为游览车落来的时阵，摆了足精致，摆了足精致，无任何的混乱，行入去会场，你敢知影？迄附近的人讲惊着，讲这是什么团体？会惊人，因为咱的制服有无？很正气，那我们是黑色西装，里面就白色的服装。那地帽啊，我们都徽章，而且那个时候要求让我们的同心前辈同心，他们真的是非常棒。因知影讲这出去就是要让看到讲咱台民政府跟人无同款的所在，那个秩序是好到会吓死人。所以呢，当一场团转来到各地，真的有震撼到。
有震撼到。台民政府的军容啊，等一下给各位看一下。来，请欧塞罗西丹呢刮完哈、哦。那么有的接下来的这个哈、哦，大概都是一些新朋友。去那个时候我还在边边角角，正在参与活动。不过呢，所有一切都是因为参与，持续的参与，才当去累积到咱的能量，去了解到所有的法律，一步一脚印行来，咱会当真真正正、扎扎实实的去踏到民政府的脚步。咱的讲讲的话，就安尼立就对啊。无可能用跳脱的啦，无可能讲一声就跳到讲你什么拢做到，那是无可能的。我要甲大家讲，什么代志拢是累积、持续、坚持落来。2015年迎新会，现场有人参加过吗？曾经有人参加过，来这边参加完，但是呢，也是观察期很久才来上课的也有啦哈。2015年迎新会呢，这次。是用所谓的这个用圆游会的方式去进行，用圆游方式进行。各位其实在主流在咱台湾民政府网络上的官网拢有。各位除了我们的正式官员之外，我们的同心有上去看过台湾民政府官网的，来，请举个手，我知道一下。好，谢谢各位，爱拜托您哈，来到台湾民政府。上课了后，回去会当做足侪代志，但是上要紧有两项代志。第一项，拜托您会当持续每天持续至少看3到5分钟的官网，官网怎么样？可能会宣布最新的消息，随时留意民政府发布最新的消息。第二件代志，拜托各位把咱的新台湾论一天。规啊，安尼看，安尼看，深深去深化着咱对法律的理解。因为呢，咱若无安尼，咱无法度去改变着这60、70年，咱所接收着这些资料，咱必须爱透过逐天的安尼阅读，把咱的法律搁较了解。咱要讲讲，开当讲着正确的法律，法律一定要练习讲。你若唔敢讲，咱的速度会做慢呢。不要，那是讲未晓讲嘛，不要紧。要甲大家报告一个重要紧的代志，未晓讲不要紧，唔过拜托你卖乱讲，唔通乱讲，因为乱讲了呢，会去拍歹着头前这东西的拍拼。因为你一句误会，还是误解的话，会甲新朋友无理解的人，对着咱台面上的法律，会甲带位唔对的方向去。安尼无采咱咧推动啊，未好讲不要紧，咱有全台湾，咱有几个州，恁敢知？6个州，50个郡，即张恁拢有邀请到咱的新朋友，也是咱的亲人来到咱的州，也是郡去了解，唔通乌白讲吼，因为我家己受害过，家己乌白讲的状况之下去用打枪。所以我才发奋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法理搞清楚，不能再乱讲话了。来，这张新出的文稿在网络上也有写，这份文稿非常重要哈。2015年的，我相信每一年的元旦都会有文稿，但是这份文稿写得非常清楚，很适合好给大家来认识台湾民政府一些宗旨目标，跟他说根据的这些法理，还有我们的这一个今年度我们要推动的这个要点，在这边上都有写，有英文版，有英文版。很高兴哈，我们的因为我们的课程，尤其像我们的这个初级班、高级班的课程，都是现场的录影、现场直播，咱的课程会播送到世界各地。有来自巴西的朋友写信给我，伊伫个国外。真欢喜看到咱台湾民政府安尼发展，所以啊，各位，咱台湾民政府唔是咱家己一只拍拼尔，足济关心着台湾这块土地，住伫国外的台湾人，因嘛是咧关心
无一定着今年年底，咱的台侨班，咱着看到咱遮的为国外转来遮的好朋友，我嘛衷心吼来欢迎因转来。2015年的这个新春的这个元旦吼的活动，这张誓词，什么叫做誓词？我们的美国总统有无？他们要就职的时候，要不要宣誓啊？啊，拿怎么样宣誓？他呢，一手握着圣经，一手对着这样子啊，对天。这个发誓是什么？他这个誓言是怎么样？这个誓言呢，他是对自己、对天、对地、对自己的信仰要发誓。哎，对自己当交代啊！这个誓言是自己你要求自己要做到的。这份誓言我很感动。我每次呢上课都要跟大家分享一次，因为你到这样行，你还没拿到职务牌嘛，所以要让你了解到台湾民进会官员，咱是要安那对家己来立下这个誓言。誓词，我的名字是黄秀华，是台湾民政府高雄州的学员，被分派职务为中央内阁厚生劳动省，于誓以至诚。各遵台湾民政府法令，以清廉、公正、忠诚及行政中立致辞，关怀大众，勇于认识，充实专业知能及技能，维新改革，心力除弊，为百姓设想，效忠台湾，提升台湾民政府执政效能，为台湾谋求最大福祉。警示立誓人黄秀华，西元2015年1月1号。我每次念一次这个誓词，我就跟自己说，我有遵照到我的誓言这样在做吗？我跟自己报告，我跟大家报告，我有。我每一礼拜来到中央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课程，我跟大家说，不是在讲台上的人比较厉，是大家厉。一个人厉有那么厉吗？各位，一个人厉有那么厉吗？是我们的团队厉，我们的组织厉，会当起来确实有影，咱的福气，确实咱全体的福利。我扮演的是一个讲师的角色，各位恁扮演的是即马伫个下骹听课，明日咱共同为着台湾民政府来奉献咱一份心力，无啥物人较敖，咱大家变敖，咱大家拢爱付出咱大家一份的这个气力。这份誓词，我望到所有今仔日在场，咱初级班甚至上过高级班的同学，2016年，咱会当看要求拜托到咱的秘书长，再一次，让咱唔捌写、阿未写到这个誓词的这个同学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荣誉，这是一份荣誉啊！如果我们没有被赋予这个职务，我们怎么可以去这个做这个有这个誓词呢？如果美国总统他没有能够正式去当选美国总统，他怎么会去宣誓呢？这就是我们宣誓的誓词。唔忙，今仔日很丢够伊，那有这个机会，好、哦、这份的荣誉能够写到这份的誓词。那么，台湾民进府咱的秘书长胡林去到华盛顿记者会，这一份的这个影音的资料，各位很丢有看过无？没有看过的举手，各位拜托你们一定要看好吗？拜托你们一定要看。现在我们在跟美国打官司，我们的美国法官他看了这一部片子，看到秘书长夫人去到美国华盛顿的这个记者俱乐部去安内演讲时，他怎讲啊？台湾人民现在还活在政治炼狱当中，他不可置信啊！所以这部影片现在放在网络上，已经超过多少人点阅？你们知道吗？至少1亿人次以上的点阅，叫做至少1亿个人次知道台湾目前的处境。全世界人，遐尔侪人知影咱的处境，咱家己唔知影。里边会干嘛红？贻笑大方的。所以呢，这部我们的这个秘书长夫人她的这个演讲，她很深刻的去报告了
目前我们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我们被强压怎么样？强压着要我们去承认我们是中华民国的人民，这是错误的。我们的人权被侵犯，这部片子一定要看，好，一定要看。那这边就不再给带大家看了。2015年5月17号，我们在日本东京日航饭店有这样的一个酒会，也是为了这样一个控美案的这个说明酒会。这样的一个网络资料，这个 logo， 台湾民政府的 logo， 这个广告是美国政府去作业的，并不是台湾民政府自己做的。好，所以说事实上美方也一直不断的在协助我们，我们自己要加油，要把我们的实力拿出来，让美方知道说我们也在努力当中，一日赶到三个因靠那些溃烂的地啊，才帮得上手啦。自助啊，天助人助，你不自助对不对？我们自己都没有自立自强，人家怎么帮我们？所以让你发力讨卡，先革命完之后行动要出来，一定要自强。来，记得叫做，我不晓得为什么跑出这个东西啊，就台湾基金会。我只能够解读说哈，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在国际上我们怎么发声，要怎么为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民做些什么？以及呢，我可以要看啦，叫做哪，他开放一个叫做一个基金，让人家去申请这个好，他的这个基金的这个基金，他的那个费啦，基金的这个费。哦，我不懂为什么他这样子去博这个版面。我只是再一次深刻的告诉我自己哈，台湾民政府和我们的官员，我们要真正真实的在做为台湾有益的事情，不要做这种小动作，这种小动作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子拼搏有好吗？我喜欢那个刚兄，然后所以也希望跟未来我们大家一起共事，让东西东输，以后让东西在咱民进会官员，咱一定要有安尼个钱，咱卖个像中华民国流氓政府所做的小动作，好，那是没有意义的。各位，甲大家报告过，2015年2月28号，我们第二次控美案，好，那么整个的流程。第二次控美案，我们是有案号的。那么从2月份开始，一路往下走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各位一定要密切关注这个法案的宣判，绝对攸关台湾民政府执政的一个时间。一定要请各位加强关注这个资料，在官网有，在官网有哈，各位一定要去看。今天2月29号嘛，29号。那么我们记得最后一次的这个资料是说到这个，因为最后的答辩的时候呢，中华民国流氓政府跟美方那边呢，他们要求把他们答复文往后延2个礼拜再做答复，也就时限就是昨天。那我们要在密切追踪他们是不是确实有答复出来了。我们整个法案的进行的过程当中，什么时候宣判？我们一起密切关注。今年以来呢，这个台湾这边的媒体哈，对台湾民政府这边有很多的关注，褒贬不一。但是呢，想要跟个啥呢？台湾民政府真的有在媒体上有曝光出来了，要让更多人知道台湾民政府这样的一个组织。这张在台中自由时报。四月份的这张报纸，千人剑走走出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有人看到这张报纸说啊，现在是怎样？台湾国际地位不正常吗？以前知道现在啊，那个都不正常。报纸如果没有这样子披露啊，没有这种能见度啊，真的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台湾到底我们的国际地位是怎么样。这份报纸写得很清楚，我们叫做平民政府。这个记者他非常用心，把台湾民政府我们所坚持的、所走的这个目标、我们的宗旨写得非常清楚。这个资料，好，在我们的这个走廊有一个公布栏上有，好，有那个这个这一份的资料很适合给新朋友一起看。这张报纸有人看过不？有人看过实体不？
来看平镜户哈。我本来总讲我的文学长，文学造诣阁袂歹，结果呢，我甲怎讲，我然后根本袂晓看字就对啊。当我的赖顶管有800+个朋友的时阵，伊拢知影，因为我们的赖上面我们都是制服嘛，啊徽章嘛，啊我的朋友甲我问讲，黄秀华你今嘛是对啊？啊我们上面都有职称呢，我的是高雄凤山黄秀华，后生劳动省。伊讲，黄秀华你现在干什么？我敢讲吼，我在台湾民政府。我朋友赶快讲啊，那讲，职务牌拿到要加赖我，伊讲我家己过来另外办一支啊。有啥物要安尼呢？各位，我先告各位，领进另外关鬼，恁摕着职务牌，恁要去加到，要把你们的名单加到你所属，不管是议员、阁员的这个群组的时候，恁有需要搁另外办一支赖无啊？我不晓得你们心态怎么样，我朋友赶快讲。那个时候他跟我说他要在另外办，我说你不要啊，这是上好推动法律的机会，你既然要跟他另外用一支手机啊，你的朋友，你要让你的朋友知道你在台湾民政府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要有这个勇气啊，让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所有的高级的人知道我在台湾民政府，我一个人影响就700-800的人，我的LINE 看到我的人头像，就知道这个人在台湾民政府，已经700-800个人知道我在台湾民政府了，这不是最好推动法理的机会吗？为什么要另外设？所以我们今天的现场所有的同心，领日你如果是已经可以加入到你的族群的时候，你有这个勇气吗？完完本本你的LINE让大家看，可以吗？哦，有人不敢回答，因为我又没什么敢防灾，为什么你又跟将士又不敢防灾在台湾民政府？不要紧，我们今天开始到明天，你们还有这个时间好好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你跟将士又有这个迟疑，又不敢防灾？如果这个部分你没办法去突破的时候，可能可以好好思考是不是要准备过五关，好不好？这是很真实啦，如果你不敢去公开的话，这条路不要继续往下走，给大家一个思考的一个机会。来，台湾民进户，一共现在唬四万人啦、啊！啊，我的LINE那天我700-800的看到台湾民政府这个报纸上搞的LINE，短短一个半钟头，100+通的来讲黄秀华你害啊你，你惨嘛！你看，人讲你那好人，啊，我嘛惊到呢。我临刚回来专选的时阵，秘书长。卡头卡讲，连报纸都袂晓看，人咧替咱做广告，拍知名度，你阁唔知影？你紧张啥物货？原来是安尼哦，各位，媒体吼，伊个作用就是爱互看会到，人去注意会到。即个媒体哪写敢那冰冰顺顺，有人去遐看无？伊若无写这个标题，免学费配房屋，也无甲你写讲台湾政府唬四万人，你讲这条报纸有人要来看无？无啦。所以呢，秘书长讲，这个记者真正甲娱乐好好啊，甲请来吼，甲好好摄导下者。来，这条报纸甲头挂迄张赶快，在我们的公告栏那边都有。他的这个免学费配房屋，我要甲大家报告，可能介绍。你来到民政府的同心跟你说过，让我们这样的福利。不过呢，以我自己的期待跟我自己的预期啦，未来台湾民政府执政了，我们的福利一定不拿呢，这是我们初期的计划而已，不是只有这个样子，不是只有免学费配房屋，因为现在的经济大家都很困难嘛，买一间厝有那么简单？我的哥哥大学毕业，排30-40万的学贷出来，头一份头路拼到要死，就先把学贷先还好掉。开始呢，根本存钱来买厝，买到这样时，伊嘛够无勇气结婚。我的哥哥，读到大学毕业不敢结婚，因为他觉得我如果没有房子，我不能养活我的妻儿，我怎么敢结婚？这就是咱台湾人的悲哀。我甲讲吼，哥哥你莫烦恼，紧来跟我来到民政府。你都没有那欢乐啊！好，来，这是我们的圆桌，这边有写劳工人开始有这个作为的时候，来，那个秘书就开始往那被人家起底呀、啊，对，去用压出来。不过呢，我给大家报告，他这个起底好不好？
我讲真好，为这边我较真真正正了解到咱林志森秘书长，伊原来啊，即句话呐，政治明星定讲一句话，什么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其他人我不予置评。讲到咱秘书长被起底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伊是真真正正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伊的法律唔捌变过，伊的初衷唔捌变过。我嘛亲身感觉足庆幸了，对啊，会当甲秘书长行同一条路来拍拼来革命，我感觉是我一生当中真大的荣耀。来上课要加6000元，会当帮忙谋职。各位同心好朋友，我要甲恁报告，先说讲咱啊有一个抬头叫做来遮上课，上完初级班、高级班。过完五关，在家里等着领职务牌，准备当官，有可能吗？各位啊，你若是头家有无？你录取一个人员，好，讲你好你偌好都偌好，即马你叫伊去受训上课，结束了，啥物都无要奉献，伫个厝要等领你逐月你的薪水，你要好领无啊？咱拢摇头。各位，同心。因为咱今嘛民政府的这个阶段，我们都是志工，都还在革命打拼的阶段。有的人讲，人甲我讲，你来民政府后摆来当做官有无吼？所以呢，我主牌摕着，安尼就好啊。我就等你执政了，我来做官。各位，我们不要这样的人。我们要精英，我们要用脑筋，我们要能够出来行动的人。各位真歹势，现场各位若无这种的决心甲行动，希望恁会当讲，吼，伫个厝去了解着咱法律就好啊。是说讲恁真正有愿意要来甲人民就行这条路的时阵，拜托恁一定是甲法律了解了，一定要出来行动。安奈行动，甲人讲推动法律，奉献家己一份的心力，袂当伫个厝等做官，敢好？6000块的让做官吗？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事情吗？开玩笑，如果我当老板，我也不要这样的员工啊！更何况我们这样的一个平民政府的单位，是不是？那我就干气，那那个电话民国流氓就 hit 小鼻子小眼睛那一套，这种品性不好的那种作为要拿掉。如果我们这部拿不掉，那那赶工那那干干不赶快来喽啦！我家己亲身的干气，各位你有无？一定要干气啊！苹果日报这几篇的报道，我快速跟大家带过。What？ 10分？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呢？这样我没有办法带耶。来，那个台民政府的这个晶片哈，已经有40000人申请了。好，那么很多人在申请当中。来，这个各位安尼啦，因为哈，中央已经的不然外壳外装个十二点，那我能够跟大家带。那没有关系，等一下呢，我觉得还有几个片段很想跟各位分享的。这个资料，我等一下会把我的 email 写出来哈。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电脑，我们的中央厅的志工同心，我的这个资料，你们如果有兴趣想要要的话，拿随身碟跟他要，或者等一下我把我的 email 写出来，你们写 email 给我，我会回寄给你们，好不好？这边我快速带过这个资料，哈，苹果日报这个显示的这个。他有讲到说，我们这一份的报纸，我们要去看它的重点在哪里了哈。它的重点，那到底这份报纸是美国希望媒体去披露出来这个资料，或者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伊讲要好好做做社会大众去了解到恁民政府讲你唔忙去唔忙去，可是他们却造成反效果，更多人。看到这样的标题，会愿意想要来了解。好，那我们这边的组织，好，我们的这个心态要怎么样？不要抱着一份来找工作的心态，是以国际法训练、国际法理跟培养执政人选的地方。条件没有很严格，条件只要你愿意去理解、去认识、去了解法理，加上你有正确的心态以及行动，来当来家。
奉献一份力量，比考即卖公职有足简单无？吼、哦，所以咱若放弃安尼机会，就太无彩啊！好、哦，那这个资料，好、哦，我看来这边有想到说哈、哦，这报纸它有很清楚讲到说，台湾目前是在军事占领中，是在美国军事占领中，但是它是委由中华民国联邦政府代行管理。来，美国占领的，好、哦，这个是美国占领，那么土地是日本天皇，目前它日本天皇的这个领土。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好、哦、来占领台湾，代军事政府占领台湾。所以这份报纸呢，其实都写得很清楚，但是有多少人看得懂那份报纸呢？好、哦，那我们的诉求是非武力、暴力、不合作、不配合。我们如果是违法的单位的话，那么可能温达达在底下呵呵上课，好、哦，所以呢，做这代志叫做。不是发生，咱无看到。其实是咱在进行当中，外靠人嘛无看到，咱在做什么代志？我们已经在革命了。咱这个革命哈，跟英国提枪、提刀迄种革命无同款。咱叫做什么革命？快点给大家看。好来，那我们的身份证哈，就是确实是我们送到美国去申办的这个晶片身份证。咱这把办身份证，一张偌济钱？啊，几千有问题吗？怎么这么小声？确定办身份证就是1000块，没有900，也不是1200，没有这种价格，单一价就是1000块。好、哦，那我们要去用我们美规的这个照片，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户籍誊本，就能够申办这样的身份证。好、哦，那这张身份证，如果我们能够申请到我们的父母或者阿公阿嬷。好，他们是这个在日治时代出生的话，我们的身份注记就是 TW，TW 在执政之后就能够立即派任，前提是你的资格都符合的话。那么我们的身份证是美国军事政府下好核发的这个身份证，我们有车牌，车牌如果要办的话，在哪里办？各位知道吗？去州里办，去州办，军现在没接受到咱的身份证之后。咱台湾这块土地，咱的人会当申请到护照吗？没当，我们不是主权国家，所以咱会当办什么？您刚才办旅行证件，足紧，各位应该足紧会当来申请到旅行证件啦，哈，大家敬请期待，密切注意。7月7日，美国的这个国庆日，我们好这个响应做一个挂旗的这个活动，给大家看一下。各位，头儿给的讲到哈，我们在这个申请身份证，我们有收入1000嘛，对不对？我们650块送到美国这边来做这样的一个申请身份证，州跟郡会有收入，因为我们在推动法理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这个需要一个地方来推动法理，所以应该有一个收入，开张支持就安尼环境嘛，对不对？所以呢，这是汤羹诶。你若去州里办身份证，有350块，直接来支持到这个州。你若是去郡办的时阵呢，拆两份，叫做250块支持郡，100块支持州。这种我录影讲啊足清楚，甲对一州对一郡拢是安尼行的。有收入有支出，少无爱清楚无？咱。叫做自工团体，咱不是像中华民国联邦政府，特别要做些什么代志嘞？就一个便当，就一个500块，叫做行路工。无，国民政府没有花这种钱。从2月份开始推动国民政府的会计 SOP， 甲降息、甲个报告，各州各郡的小做清楚。阮今嘛，尤其这边来到中央的时阵。我是招募志工的人员之一，我开始要翻译，翻译要送去给美国看，很新扎，咱台民政府咱的效无清清楚楚，一条一条拢无走向，收甲出，收入甲支出做清楚，咱有做报表。咱当时不是大家人拢会晓会计呢，不过你敢知影？因偌认真？这伫咧台南，
这个时间是暗时七点外八点，我下班挂过去，这个人也是下班挂过去，这个人这样上课的神情叫做认真，叫做怎样真真正正要为着把校务的事情学起来，做好清楚，要让大家知道说台民政府叫做完整的，叫做完吗？不是完的，叫做拼真的啦。那天拼到几点你敢知？拼到十一点，上礼拜的时候台南高雄去跟他上课，再一次为着财务总体检总检查，你敢知道出席每一个州每一个郡多么的认真。我要给大家初级班甚至高级班上课过这些东西，我给你们报告，台湾民政府一项条条清楚，会勘稽查做了很清楚的，我们的校务没黑箱作业。要给大家报告，让你们知道台湾民政府已经进入到政治的阶段，政治怎么叫做政治，你敢知？以政人的力量管理着政人的事情。各位，我们在州和郡都成立着财务委员会，州有十一个财务委员会，郡有七个，都来成立。我们的财务主委要有着我们的州还是郡的校务做负责，等于哪？每一个委员他都必须要懂会计 SOP， 领日。等现场这所有的同心，你有这个意愿要来参加到财务委员会，要学到会计 SOP， 跟你的州跟你的郡来报来报名，我会当给恁教教会晓，大家共同来监督来做这条代志。中央嘛是爱上课，所有的官员拢爱了解到会计 SOP， 会晓做小，会晓看小，后摆吼较袂去互架去啊。台民政府以后没有监狱。只有鞭刑跟死刑，贪污很严重哦。你下步做不清楚，我看哈变个走无路去。我真的啊，我就说这个账务的东西、钱的东西，一就一，二就二，没有任何的灰色地带。出哦，各位同心，拜托各位，咱共同来监督着台湾民政府一卡步一卡印，敢好？咱真真正正做一个，甲即马中华民国联邦政府无共款的政府，家讲好了。感谢各位，来，刚刚上课，我讲吼，我实在是无法度讲五十分就下课，因为来这个法理宣传，没有大家看，有参加过法理宣传的人请举手。现场，哎，职务同心，哎，您是已经职务了，那你呢？你去参加啊、哦？啊，你有穿制服吗？刚进去哈、哦，您是哪一州来的？基隆郡哈、哦。来，现在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我们有哪些郡？我们从北开始往下跑，我们有宜兰州，有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台南跟高雄州，每一个州现在甚至郡会联合郡的这个法理宣传。我现在只是好挑啦，挑这个看得清楚的，看得让我很感动的，给大家报告。看哇，几点啊？吃饭刚喝，哦，因为临时这样，我会觉得没有办法把这个资料跟大家分享完。这个是我们的关东旗，六月四号那天，台南三十几度，我们当时第一届的中央参众议的议长，七十几岁了，都去参加，哦。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叫做法理革命？法理革命哈，我们是用旗杆取代枪杆，用流汗代替流血，这就是革命。现在的革命不用流血，也不用提枪，拿旗啊，流汗，感动人，法理去让了解，咱的行动做出来，咱的革命就能成功。其实很多人在期待我们的革命一定要成功，这就是我们的军容，我们革命军的军容要让你们看是这。各位，这些人不是公人，也不是像外国所说的诈骗集团，诈骗集团要做这种事吗？
咱若无一个中心思想，当做这种代志吗？所以呢，以后咱卖做一个大家批评的人。当咱要批评的时阵，咱先清心去甲了解、理解，来讲好不？咱卖阁放误解，所以咱来用安尼行动证明。哦，这个是个影片，但是影片的部分就来这个部分哈、哦，不管瓦热，不管落雨天，这是新竹州哈、哦、的这个活动，台南南投的这个新闻，这个是地方新闻，也都有影片。各位，你哪真正对这有兴趣哈、哦，真的要把我的影片，要把我的那个资料带回去啊，你们才能够好好欣赏。来。台那个南投郡的活动，因积极的开始做筹备嘛，吼，二三见报，24号南投郡成立，这是活动来讲，所有的推动拢是有计划，唔是含理合理，嘛唔是乌合之众，都是有组织的。民进会的推动是有计划，唔是乱输来的，吼，要甲大家报告。所以之后咱大家来参与的时阵，希望大家会当遵守着咱所有的要求，吼，所有的。丢币拢是有爱开会，拢是爱投入的，是真正有影辛苦哦。各位，你要有这准心理准备哦。来，这个1月31号，宜兰州嘉义同心，因1月31日，哈、哦，为花莲苏花公路崇德跟秀林乡，因迄天的行程为早起7:30到下晡5点。1月31号，隔天几月几号？2月1号，也就是因这边的法律招两工，招两工的过程当中，各位来个看，好、哦，这是第一天的行程，7点到7点半到，下午5点。第二天，为早起7:30开始，前往各花莲各偏乡宣传法理，因去发 DM， 那无因安尼走有无？宜兰州。他的那个服务员是长路型的，足长的啦。那无这个东西，有无？家己开着家己的车，迄天因走几公里？走187公里。那无一个正确的法律，真正正确的一个理念跟支持，什么人要去走187公里啊？什么人要走入个偏乡去宣传着安尼的法律？来，各位。咱为全台湾推动法律，在成败，咱分一个破晓好啊！创法理宣传当日推进最高的纪录，开家己的车，食家己的油，饭家己食，因为咱是啥物？我们是志工团体。好，那么各位，来到台民政府了解法理之后。我要跟各位报告，你们可以做的事情，除了上官网，除了每天看《新台湾论》之外，还要邀请各位去参加各州每个礼拜天办的餐会。餐会，你们要带菜去也可以，就是或者去到那边自己吃的话，觉得说，哎，今天我吃了一份餐，愿意给他赞助多少，随意。要紧是大家有这个心去共同参与推动法律的这个参会，迄、那个参会是咱这个群，跟他厝内底的人，大家来聚会，温馨的交流，温馨的法律参会，唔是讲要来摕偌济钱。所以我拜托各位有参加过参会的人举手，现场，好、哦、只有几位哈、哦，所以邀请各位再邀请家人，邀请自己的朋友去到自己的州或者郡去参加参会。好，那么这个宜兰他的这个去到夜市，所以推动法理不是单单一时哦，暗时夜车人较侪吧，所以是经上有效率、上有品质的时段去做该做的代志。好，那么这个是中山郡迄天落大雨，这是影片啦，吼，就不放了。台南州林海郡因这吼早起对林刚灾。走去到河政事务所，走去农会，走去市场，搁走去警察局，去甲因送 DM， 有勇气无？有勇敢无？因为咱的法律是正确的呀，所以呢，因行入去，理直气壮，无气壮，理直气和，好了，甲因 D
ATM， 遐警察嘛是做好咧，甲伊收落来，哈、哦。那么这个我们的高雄州这个参会联合参会新竹州的活动，各位，恁即马卡入来，即个活动恁也袂参加到，唔过恁老议员所有的州、所有的郡的活动，拢真欢迎各位去甲参加，哈、哦。这个你看，这个都我们的这个法理的宣传里面哈，都有车队，机车的车队哈。而且如果去参加过法理宣传，都知道秩序非常好，那我维安人员哈，专门的维安人员，甚至他过来讲过几句话，不要对媒体乱讲话。那哪北号公，其中卖欧北公，所以每次的活动，每次的法理推动，都会有什么人，知道吗？会有一个主要对媒体的发言人，所以后摆各位当心，咱若出去参加着法理的活动的时阵，有人再来甲你访问，你来讲安那，讲哎，问我发言人，互人感觉着咱是一个有组织，会当去真真正正、正确去宣达着咱的法理，而且发言人去对外口来发言，唔通欧北公，因为足重要。好，来旗山郡。所以呢，各位，咱除了官网之外，够一个好消息。有恁有 FB 了，有吼、哦？来 FB， 恁也当去加搜寻“快乐革命”、“快乐法理革命”啦，哈。那么看到这个，看到这样的一个页面呢，代表现在这个数字大概已经六七百人了，六七百人进去了。你们进去看到这个快乐法理革命哈，去按赞之后，你就当去随时去看到台民政府各州还是各郡上传的这个法理的活动，不管是参会还是法理的这个宣传的活动，好都可以看得到。邀请各位大家上去按赞了哈。那各州各郡的资料才拢有，咱若无苏科比来哈，咱袂叠加。所有一切伟大运动，就是有一个伟大的理想。咱较会叠加，咱准备好了未？咱真真正正爱用心来迎接着咱未来美好的未来。所以为什么我的题目叫做《美丽新世界》？我唔忘着咱真真正正真相完全公开，大家当接受吼，诶，这个环境，大家共同来拍拼，来打造咱美好的美丽的新世界。大家讲好不好？感谢各位，谢谢，今天这堂课到这边，谢谢。